气源。我以前也住气源哎，八栋，你呢？变成了男生宿舍，走，带你去参观一下女生宿舍。我们以前这栋楼呀，可有艺术气息了。现在想想，真怀念那个时候上学的样子。你呢？不是吧？这么巧？以前的书桌，我以前睡这个铺，你呢？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